又不像我，无眉无品，还不要脸的爬上你的床。少年心，阴暗白马到剑影，杨柳生絮，梅树。 好热啊！你说，你是不是把我忘了？ 我也不记得你了，不记得了。我给你写了好长好长的一封信，是吗？你怎么会给我写信？我李清流这辈子非你不娶。嗯。傲羿，事已至此，不管昨夜发生了什么，我李清流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别装一副绝世好男人的样子了，谁要你负责？你能负责什么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龙傲羿在银城各大青龙摸爬滚打这么多年。 什么样的男人没有见过？什么样的场面我没有见过？这都不叫事儿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昨天晚上不过就是喝多了，我忘了，你也忘了吧？你把我和那些逛青楼的男子比，都是臭男人，有什么不同？好，不管你怎么看我，怎么看待这件事情。 我一定会对这件事情负责，对你负责。好啊，那你告诉我，一个已经有婚约的人如何负责？既然做不到，就不要轻易给承诺。 正欢喜，目上影。快了。今天晚上，他在我屋里只是在给我试布料。布料？西服的布料。果然不假，你们皇家个个都自以为是，把拈花惹草当做怜香惜玉。 你胡说什么？我说你花开多枝，30个七，40个贱，不要脸！啊，我的图！哎呀，这是什么？草原官道图，哪来的？我自有门路。你以为我出门只是为了喝酒？考虑到沿途水势有些宽，有些窄，有些急。 一条船难以发挥它最佳运力，如果分成河船、江船交错使用，肯定能够省时省力。你是说专船入专道？对，节节推进，这不像你刚才说的花开多枝吗？嗯，我觉得可行。哎，就是你。 这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，送给你。这是上四节那天你丢掉的竹木。这不会是你雕的吧？其实，重开漕运不仅能解决长安粮荒和北方军需吃紧的问题，还涉及到造船、开渠等行业，更能促进地区之间的贸易互通。于我大唐而言，是一剂民康物富的良方。你以前好像没这么大意嘛？以前，我以为只要钻研我的蜀绣技艺，做好我李家生意就足矣。 但现在，我发现我有能力去做更多的事情。你的想法终于和我一样了，拉着大家做买卖，让兄弟有饭吃，有酒喝。不仅是兄弟，是所有人。对，所有人。